好久没给大家出这个撒网教程了，今天给大家来一个详细的咱们的非法网的撒网教程，希望大家能看懂。下面咱们总结了三种撒法啊，非法网的撒法，非法网传统撒法，咱们转圈撒法，我把这三个视频啊集合的一个视频给你们看出来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双击点赞，分享。咱们首先按咱们这个非法网的传统撒法啊，是比较难学的，按理说是比较难学的一种啊，其他两种都比较好学。咱们就先学一个简单点的，咱们非法网的正常撒法啊，就是咱们平时那种啊撒法，拿着网头啊，看见我这是个三米高的，三米高的，直接拿着网头，这手一举起来，看到直接从这反抓一下，抓一下，抓好之后的这个扑刀度怎么样？这个垫子这个软还是平的？这个老铁是放平之后，放平之后这个垫子会不会松开？你们今天这个视频可能有点长，咱们记得点赞收藏。咱们的第二种撒法就是咱们的飞盘网的啊，转圈撒法。这个撒法比较简单啊，这个撒法比较简单，不需要整理网，只要拿网头上面，只要这对直，然后这样抓反过来就可以了，也是可以的，转圈都可以，你们自己喜欢怎么撒。别打着把这网头，网一分分开两半，网一分，对，再一分分开两半。两半之后，我们把这个，现在它是啊，这个拿链条，啊，拿链绳抓在手，那么这样搭在手上面。如果这个是大网上，如果这网比较大的话，啊，越大的话，你就扯一点；网比较小的话，就扯掉，绝对可以绑。也是这样，侧面这个地方，大家转一下，而且大发力点 ，OK。但是今天也同时给大家一起展示出来，希望能够供大家参考吧。来，我再来一次。飞盘网的这个传统撒法话里就要求这个比较严一点，因为这个还要剪那个，就说是剪网啊，飞盘网剪网这个很关键，看到没有？也是一样的，这个网咱们直接，因为这个网，咱们直接把这网扯好，可以把这牌子放平，直接扯好，看到没有？从下面。就像什么，扯出来啊，一两个兜，咱们这没有兜，就是扯一条嘛。那扯着发现，啊，也是一样啊，先剪好，看到没有？剪好，这个剪的时候，这是拉丝啊，拉丝要剪进去，拉丝不剪进去的话，就是一个拉丝要丝就直接往电池里剪。要说到网，那两天前两个砸网的话，是的，这种砸法就要被撒穿洞了，你的基础没有基础打开的，也是一样的。剪好之后，把这个手再放一下，拉下链头，啊，这个撒法也是很简单的。但是这个你们不会撒穿的网的人是撒不开的，对吧？对，东哥这个视频是最全的一个视频，希望大家能够点赞收藏，老铁，感谢。